外物 GT 尼 O2 深度体验，金刚石散热死磕骁龙870。性能调教略显保守。至东西9月26日消息，外物今年的产品线颇为丰富，从 GT 系列、GT 大师探索版、Q 系列，再到 GT Neo 系列，甚至还推出了针对618大促的特别版本，可以说完整覆盖了终端和入门级安卓机市场。前不久，主打游戏性能的 Xiaomi GT Neo 2再次发布，至东西也在第一时间达到了 GT Neo 2并进行了深度体验。 Xiaomi GT Neo 2这次采用了三星E4材质的 AMOLED 屏幕，刷新率为 120Hz， 不过在这块屏幕并不支持原彩显示，肉眼观感上稍稍有些艳丽，饱和度稍高，在显示设置里只有生动、柔和和鲜艳三种色彩模式选项。总体来看， Xiaomi GT Neo 2的功耗调度策略还是偏保守了，虽然很好的控制住了温度，但是性能释放不够充分，期待后续软件升级可以解决这一问题。